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Yeah.